好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叫行，就是行人的那个行，前进的意思。那简单的说，这首歌想要提醒自己，就是也许在生活里面，在生命的很多历程里面，会遇到像是要走到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，那在那个时候难免会觉得不安或彷徨，可是做一个小小的自我提醒是，如果在那一刻就因为迟疑而停下来的话，那没有跨出那一步的话，前方的风景哈，远方的故事，我就没有办法亲自的就是亲临这个现场这样子，所以就是走吧走吧，走去远方哈，也许走到最远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答案，或者是走回最初出发的地方，找回自己的初衷。好，那跟大家分享这首《行》。
谢谢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歌，叫做《葫芦巷的告别》。那这个葫芦巷讲的就是台，如果大家知道，台南有一个葫芦巷，讲的就是这边的故事哈。那它的故事原型是来自一个短篇小说哈，台湾的一个作家哦，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作家，叫做叶石涛，叶石涛老师的作品哦，叫《葫芦巷春梦》哦。他前一阵子有一部纪录片叫《台湾男子》，那。这首歌就是从原型就是从这个短篇小说写出来的哈、哦。里面葫芦巷里面住着非常多各式各样离乡好、哦、来到这个葫芦巷哈、哦、工作打拼或求学的人、哦，有了自己的很多的梦想，还有自己的心酸啊、哦。那在这里面发生的故事啊，最后的最后呢，这个主角哈、哦、受够了这一切。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，他最后决定要离开。那他在离开之前，回头看一眼这个葫芦巷，他说：“啊，这是一个多么晴朗美好的春天啊，多么晴美的春天哈！一个强将给春天哈，那我要告别了哈，葫芦红给狗撇这样子，送给大家。”生命里做的点风，葫芦红给每夜，心思全化作小面。葫芦红给太福山，不念命运，不念困强。葫芦红给五郎，有公主给悲伤。葫芦红给老公，童年光怪也命苦。葫芦红给生命线，洒生出一家的面色。葫芦红给歌片，马给有不自己的。葫芦红给歌片，第一个强强给春天。葫芦红的世间风，空难的孤孤的浓香。葫芦红的暗夜，来不及吗地上。葫芦红的天空，穷山穷溪穷悠悠无个希望。葫芦红的歌片，马家有不自己的。春天，葫芦红的歌片，做比你做甜中的。葫芦红的歌片，第一个强强的春天。葫芦红的歌片，马家有不自己的。葫芦红的歌片，第一个强强的春天。就是天堂中的爱，爱先落雨的哟。世
爱包都是个不奈何，不懂啊，来演这有大风，不懂啊，来演这有大风，不懂啊，来演这有大风。谢谢。接下来跟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虽然放在最后一首，大家感觉哪里怪怪的，这首歌叫做没路，找不到路的概念，但是其实想要讲的就是说，就算是再怎么样没路，那跨出去那一步自己走，那就是本身就是一条路了，就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这样子。好，那他 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个核心概念，然后用好像在迷路、在找路的那个概念来写这首歌。OK， 送给大家哈，我们就一起找路。OK。要变什么路？一片又陌路，行过一条又一条全黑上分的路，也变是陌路，一片又陌路，点滴的十字路口看起看来两个又看中哦，爱在人哪伊有阵哪阵，别人爱飞飞的哟。一边是陌路，一边又陌路。左边的耶稣路，那条边有那一条西路，乖呢，给些乖呢，还有啊，给条件呢，哦吼，莫问还好，因问还呢，有家多惨哦，两块下位运到阳光路，条件运到摩天路。十八岁就一瞬自由一瞬富，看烟搭墙柳，将来就无人顾。
茶。十九岁，十两三皮流，行路难，行远的，目睭行的一条路难。是暖炉，一片美梦。右边那、啊、左边那、啊、偏前那、啊，后背呀一块毛路。那些人生毛路不怕，就扛起这个标出一条路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黄伟杰与三聊乐队，介绍一下我们的乐手、贝斯手哈哈，然后吉他手吴良海，我们小号的手小威仪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演出到这边，谢谢。